老妹也是人，姐姐我到底哪里不好？男生一开始或许会觉得他们很单纯、很可爱，可是到后面会发觉他们很没有脑。那妹就是应该讲哦，我今天处的不是很好。哦，这样子哦，小女生，小女生，熟女就会说，你看吧，我就跟你讲过了吧。才没有，才不是。老妹的逆袭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